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糖糖亲子游戏。今天呢，佩奇和乔治给小朋友带来了一颗超大的蜘蛛侠幸运蛋，还有闪光蛋丸。闪光蛋很漂亮，有橙色、红色、蓝色、绿色，后面还有一颗黄色的闪光蛋。选择一颗橙色闪光蛋，里面有巧克力豆，有玩具。哇，好漂亮的闪光蛋，里面看起来闪闪发光的，晃一晃它就会发光了。它发光啦，里面有一闪一闪的灯光。打开包装看一看，是什么在发光呢？好神秘呀！奇趣蛋上面有裂纹。这是一张贴纸，是小熊维尼贴纸。贴纸上面有维尼熊。跳跳虎。是这个在发光吗？哦，是一个闪光灯。很漂亮的灯光。还有一包巧克力制品，拆开看一看，里面是巧克力豆。包装里面的是组装玩具，是一辆车车，还有一张贴纸。组装车车，车车组装好了，是一辆农用车。接下来我们拆绿色的闪光蛋，里面也有闪光球。是不是很漂亮啊？里面有一张 Hello Kitty 凯蒂猫贴纸，还有一包巧克力豆。包装里面的也是可以组装的玩具。这是一辆小汽车。
玩组装玩具可以让小朋友变得更加聪明哦。这是车车贴纸，哇哦，好漂亮的车车，颜色很鲜艳。接下来我们拆一颗超大的蜘蛛侠奇趣蛋幸运蛋，这是一颗透明奇趣蛋，奇趣蛋里面有蜘蛛侠，好酷好帅的蜘蛛侠，里面有好吃的糖果，还有玩具，开包装，看看幸运蛋会给小朋友带来什么幸运的事情呢？哦，侧面还有贴纸呢，取下贴纸，拆开贴纸，取下蜘蛛侠，还有一个小包装盒，小包装盒里面装的什么呢？包装盒的上面有蜘蛛侠图案，哦，里面装的是糖果，是正方体糖果，尝一尝，看起来很好吃，味道好极了，酸酸甜甜的，还有一个蜘蛛侠玩具，这是一个静态蜘蛛侠，可以把它放在房间里，装饰我们的房间。小朋友，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屏幕下方点击订阅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